各位觀眾，尤其是係大馬嘅觀眾啦，大馬嘅觀眾嚟香港咧，都應該咧就係好多係以遊客嘅身份過嚟啦。咁啊，未必咧就係咁常咧，係睇到咧香港啊喺呢個繁忙時間放工嘅時候嘅情況。大家望下咧正前方咧。見到啲人潮咧不停咁樣湧過嚟嘅，咁啊而家歐聚咧就啱啱咧喺呢一個愉景灣咧，經呢個欣澳即係呢個迪士尼嗰個站咧，就係、是、出翻嚟市區，咁啊剛好咧就撞到咧呢一個係6:30咧放工繁忙時間啦，咁喺我哋嘅樓上咧，即係呢一個站嘅樓上咧。就是啊這個中環的金融中心啦，咁啊舉高啲俾望，大家望下。咁啊，由於咧而家咧個個都戴住口罩咧，咁澳嘴可以比較放心啲咧，舉架機咁樣係。影下一啲大概嘅情況，但係如果唔係戴住口罩嘅情況之下咧，澳嘴真係唔夠膽影人哋，即係對方冇戴口罩嘅情況之下咧，因為影到人個樣又唔係幾好啊。咁睇下啦。為保安全，攜帶行李或帶。最真係咧，好多年咧都冇咁嘅感覺啦，因為咧。離開咗香港之後，上去上海生活，咁就即係好少機會咁樣見到啦。就算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都唔會喺繁忙時間出現喺呢個金融中心。咁啊，今日見到咧，對於我嚟講咧，我都係開眼界嘅。雖然都能夠即係話想像到幾多人，但係當我自己真正見到真係咁多人嘅時候咧，即係嗰種。點講啊？嗰種壓力嘅感覺啊，即係人一路逼埋嚟嗰種感覺咧，係你要親歷其境咧，喺香港生活咧，你又唔覺嘅喎。但係好似我而家咁樣咧，就即係而家翻咗嚟香港咧，咁就感覺得到咧嗰個不一樣啊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咧人行嘅速度咧，嗰個步伐咧行得好快㗎，因為個個都可能要趕住啊呢一個上呢一個地下鐵啊咁樣。行慢啲咧都唔得噶，行慢啲咧，後邊嘅人咧，可能咧都會我哋香港人講啊，叫啤住你行得太慢，啤住你。那個場景咧就令到歐嘴咧回想翻咧，當日我喺上海嘅時候咧，偶爾咧都會經過呢個人民廣場嗰個地下鐵嗰個交匯處啊，繁忙時間嘅時候，有陣時耐唔中咁就。約咗人喺嗰度，可能交收一啲嘢啊，或者係見一見咁啊，約定再出發嗰只。咁啊，嗰、那個情況都係即係咁上下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速度都冇香港咁快，真係。歐聚咧就以一個好似遊客咁嘅心態咧，一個香港人以遊客咁嘅心態咧睇睇呢個香港咧，那個感受係好唔一樣。都是那句啦，由於現在個個都戴住口罩，所以呢就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大嘅反應啊！你揸住個機影，哇！你想想咧喺社會事件期間啊，我諗如果咁樣拎架機出嚟影一影啊，可能我已經被人打暈咗啦，已經揼即係被人打嘅意思啊。歐聚咧睇嘢咧就比較即係、就是、比較另類一啲，好似我去旅行咁樣咧，我係中意咧就去。看看人哋的街市啊，看看人哋嘅翻放工的時間啊，好似喺東京咁咧，我都係嘅，企喺度一個鐘頭睇人哋放工。咁啊，所謂放工即係睇人嗰啲即係穿梭來往啊，睇嗰啲人嘅即係速度啊、衣著啊，呢啲係即係一啲生活點滴咯。我覺得咧咁樣咧。去旅行咧，即係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啊，即係正有意思，我覺得。即係跑景點咧，好多時咧，我就會話：哎，你唔使啦，
你俾啲明信片我睇下得噶啦，啊睇下相得噶啦。但係呢一啲咧，反而咧就係即係嗰個感覺咧，就即係好唔一樣。大家見到咧，即係大馬觀眾，大家見到咧，香港喺管理嗰個人潮啊，即係嗰個人嘅流量嗰個潮向啊，係做得十分之好嘅。咁你見到呢一度咧，就係、是、一邊咧就係、是。即係向住左邊嘅整個通道咧，都係往同一個方向行嘅。咁所以咧就即係嗰個速度咧就會更加咧係流轉得快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始終喺大堂嗰度咧，都係會有一啲即係選擇錯誤嘅行人道，即係行住行嗰個方向行得唔好啱啊咁樣，都好少嘅。啊，因為你咁樣穿梭咧，真係會俾人哋即係啤住嘅，因為即係你會影響到人哋嗰個速度啊。咁由於我淨係用手機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只能夠近啲咧，俾大家睇下咧，就係嗰、那個，即係我點講啊，即係一個即係黑色嘅人頭一路向住呢一邊咁樣湧過嚟噶，即係你要喺現場咧，你先感受得到。咁啊，大馬嘅觀眾咧望到咧，呢一度啊，呢幾個出口啊，全部咧都係啊通往呢一個，又或者嗰個出口嘅名字咧，已經係咧即係金融中心嘅一啲。即係好重要嘅建築物，好似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啊，呢一個交易廣場啊，咁係呢一個即係香港啊，歐嘴覺得呢一個行業金融行業，好可能係香港最後一個支柱，一個產業。咁啊，如果咧大家係歐嘴嘅檳城嘅觀眾咧，即係檳城係絕對冇咁嘅嘢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吉隆坡咧都係。速度咧都會快好多嘅生活，咁你睇到呢度咧喺度行人嘅，即係呢度叫自動行人道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你好睇到㗎，一定會留翻一條通道俾人行㗎，而且嗰啲人行得好快㗎。咁啊，歐嘴咧，因為而家已經喺大馬一段長時間啦，咁啊，結果咧我咧就行得好慢嘅，行得慢咧就會發現咧。在我身後面的人呢就會有不耐煩的，咁就會在我前面嘶一聲咧，就咁樣咧就係、是、叫做咩啊嘛，即係包抄咁樣過去嘅。咁啊，我咁嘅速度咧，就香港真係生活唔到嘅啫，太慢啦。所以一翻到香港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咧就會冇辦法咧，自自動動咧就會受到香港嗰個氣氛影響咧，所有嘅嘢咧都急速起嚟嘅。啱啱咧，呢一度見到呢一個 AIA 嘅廣告，咁啊呢隻好嘢嚟噶。咩好嘢咧？我意思除咗係佢嘅產品啊好嘢啦，股票都好嘢嚟噶。啊，如果冇記錯咧，就好似20多蚊上市嘅只 AIA， 咁諗啊，而家就最高好似去到82蚊啊，定80蚊咁上下噶。啊，呢一啲。呢啲股票唔差㗎，唔差㗎。